今天好多单位都来整理活动，有好多单位都来清理活动。那个艺术品很多呢。艺术品好多，那石头都不容易的，都是要签的呢。这叫弥勒园呢，菲律宾道亲捐款新建的嘞。你看前贤们都来工作的嘞，早上工作很早就来了嘞，高雄的六点多，好像七点左右就出发了嘞。下营中营这边的道亲了，他说八点就七点多嘞，他说七点多就来到佛堂整理了，整理到现在九点半左右，说还要去爱香佛堂，下营爱香佛堂整理的，还要去爱香佛堂整理呢。那个石头也是比较艺术很美，那这什么树怎么叶子都掉了，掉快光了，要鸡蛋花嘛。连这个石头都是很美的嘞，石头的艺术也是很美的。还有看到一只鸡耶，看到一只鸡耶。这样出去，往左边要到台南艺术大学。